新闻首先呢，带您关心是娱乐圈也是音乐界的大事，第23届的金曲奖入围名单昨天揭晓了。去年金曲歌王周杰伦再度入围，和萧敬腾、陈奕迅、林宥嘉等人呢来争取歌王的宝座。而在女歌手的部分呢，阿妹张惠妹、蔡健雅还有 Hebe， 以及即将要当妈妈的孙燕姿都要来入围争后。今年最大的赢家呢是五月天，还有 Hebe、蔡健雅，他们都入围了7项，非常风光。说到爱，哦，听到自己一项又一项入围，蔡健雅又惊又喜。说到爱，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，Let's sing it out of love。交出最佳女歌手，除了蔡健雅，还有阿令、孙燕姿、田馥甄、魏如萱、张惠妹。而最佳男歌手部分，乱弹阿翔、林宥嘉、陈奕迅、萧敬腾，还有去年的金曲歌王周杰伦五人入围。刚开完演唱会的谢金燕气势很旺，入围台语最佳女歌手。一同抢讲座的还有秀兰、玛雅跟詹雅文等人。而台语男歌手部分，施文斌、萧煌奇等五人入围。苏打绿、佛跳墙等五个团体入围，热腾腾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炉。五月天、田馥甄和蔡健雅都入围7项，是入围大赢家。天哪，天哪，是不是觉得太多了？有一点。无所谓，都没有关系，就是看看怎么样都好，放轻松嘛，不用想太多。